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GZL-80 的双头发动机使用方法。首先，把那个进料管，然后配过滤网，还有那个单向阀，使用的过程当中，这种不能取掉，就是说过滤网不能取掉，然后放在进料桶里，然后的话开启电源。然后开始排空，管理的空气，按点动，持续按点动开关。等到那个里面有液体出来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关闭了。但是要防止那个。然后的话，这是手动，就是说它是根据，就是说你手按一下或者按一下这个手动按钮，或者说是脚踏开关，它就按一次出一次料。然后自动呢，自动模式就是它按照等待时间1秒钟，然后转动时间1秒钟，这样循环。然后这两个是调速，然后这个是减速、加速，这个是电机关闭，可以同时关闭2个，也可以开一个，然后的话，来把速度变慢，然后这个也一样。然后你如果取消的话，就直接再按一下自动就可以，这样开启工作模式，这样关闭工作模式，好。